究竟哪一张脸才是你的面具？你在害羞吗？云归又闯祸了，你出去转过去。救命之恩岂是一般可比，我要留下来任你差遣。对不起。出去。你怎么说哭就哭？天哥哥的身材这么好。大小姐，居然是你捣的鬼。哎，别过来啊。给小子确定问题，一旦确认立刻下手。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想让他活着。他若是活着，这个世界能少许多病痛，所以他必须活着。你看这个鼻翼鸟像不像我们俩？女人喝酒，男人闭嘴。玩弄感情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。我给你盖个章。那你当初如何笃定我就不是坏人？医者面前无好坏。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无论你告诉自己千百遍要放弃，但只要你看见他站在那里，还是会忍不住的被他吸引。